屠斯大人的死是有人暗中谋划，你说这话我是可以砍你头的。不是你阿爹，也不是母亲大人，这里面一定还有第三个人。幕府的女人怎么都这么精明，你知道了我的底细，就意味着你的死亡。我们整个家族都是被你害死的，是不是？我阿乐秋在这里向神圣的雪山发誓，一定会守住幕府祭业，阻止你的阴谋，等待我丈夫不得回来。你就在等这一刻，阿爹死了，我死了，你就可以接任土司之位了。动手吧！是你贪恋权力，害死我阿爹，就为了登上土司的宝座。杀掉穆曾，平息暴乱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周氏良心推荐《幕府风云》。